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虽然或许你在声东击西，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。最近你变得很冷漠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其实我没期待的太多，你能像从前那般爱我，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，什么解释都不说。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，不是我没期待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虽然或许你在声东击西，但疲倦已让我懒得怀疑。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